今天是2021年11月30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9:03。今天早上啊，还是那个大量的便血，不过但是人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舒服的感觉啊。我看到人家那个电视里边啊，总是在。讲哪国与哪国之间的关系啊？哪国与哪国之间的关系啊？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有火箭升空了啊，有中国的火箭升空了啊，中国的火箭升空了，好像人家有种错觉啊，有种错觉，好像中国越来越厉害了啊，越来越厉害了。你看那个中国造的火箭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它美国的好像越来越小啊，美国的那火箭越来越小。那些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呐、啊，他什么社交媒体啊，他就要找点这样的话题啊，要找点话题，我要找点话题，要找点话题，好像有一种错觉，要中国领导世界了啊，那个火箭很粗又很大啊，然后美国的那个火箭好像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啊，越来越细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细，越来越小啊，这个时刻，突然从外太空啊。外太空啊，丢那个陨石过来啊，丢陨石过来啊，丢陨石过来，外太空丢陨石过来，叭，一中击中了中国的那个火箭，为什么呢？谁的体积大，谁就容易中招，谁的体积大，谁的容易中招。而美国现在发射的火箭呢，一般小的型发射。小型发展，美国的火箭呢往小型发展，中国的火箭呢还在往大的发展，啊，往大的发展，往大的发展，然后啊，外太空啊，咚，又丢过来一个陨石啊，啪，又击中了那个中国的火箭，现在突然恍然大悟啊。为什么，中国的那个火箭发射，中国的火箭发射连连失利啊！真是老天不帮啊！真的是老天不帮的时候，那个陨石啊，就，嘣，又丢过来了啊，又击中了中国的火箭啊，又击中了中国的火箭啊，这算是小陨石了啊，这小陨石了，这个基本上说，这种小陨石基本上就是，不在测量的范围之内啊，但实在的击中了。你看，这样火箭上的一个东西，火箭的话，你哪怕，被一个小石子这么大的一个小石一击中的话，一击中的话，有可能就失败了啊！要么你那个装置，不稳定了，要么破损了啊！另外一个，你在高空飞的过程中，你这击中一下子就轨道就斜掉了啊！轨道就斜掉了啊！继续看啊，还在丢。那个陨石啊，现在丢的陨石就是朝着这个中国的火箭在丢陨石啊，朝着中国的火箭在丢陨石啊，就是没有火箭发射也丢啊，没有陨石啊，没有火箭在发射也丢啊，反正就是你朝着这个地方在丢了，朝着这个地方在丢了啊，朝着这个地方在丢了，但是呢，偶尔也向美国那边抛一块，为什么？美国在天上发的星链太多了啊，美国在天上星链。太多了啊，太多了就成了垃圾了啊，太多了成垃圾了。你如果要使用的话，你要规划好，不是拼数量啊，也不是拼数量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到天上有个人的造型了啊，有个造型像李逵一样的一个造型了啊，但会，不一定是李逵啊，拿着那个耙子啊，捞他的心念啊，那个捞他的心念啊，捞他的心念，用那个耙子啊，捞马斯克的心念，捞马斯克的心念。所以啊，后来啊，那个心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啊，原来还实际的是，想把地球表面都有规则的铺一下子。
后来就是发现，在太空当中，乱七八糟的啊，乱七八糟。为什么有个像李逵或者鲁智深模样的啊？这可能是一个形象而已啊。反正我看起来哈、啊，像一个像这样的人呢，在天空当中捞那个信念的啊，在捞信念啊，在捞信念，好像现在要清空太空啊，要清空太空，要清理太空啊，信念也要把它清理掉啊。那大火箭当然清理掉，大火箭清理完了以后要清理小火箭啊，好像在将来啊，将来奔袭他们那个上太空了啊，外星奔袭他们上太空了。你如果想上太空的话，你如果想谁上太空的话，就是丢那个引子啊，丢小引子就丢到那边就发射不起来了。但是呢，同时啊，有好多那个飞碟啊，好多的飞碟不降到地球上面，在南太平洋那边造岛的时候有他们的伴手啊，而且他们带来了自己各自星球上的材料啊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去研究啊，要分析他们的矿物什么之类都有啊，都有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又看到那个南太平洋那边的自由女神像了啊，自由女神像也看到了那个六个蘑菇啊，就是那个火星人造的，有点像样子，有点像像蘑菇一样的，就是飞碟一样的，几个岛啊，然后那个外围一圈慢慢造起来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对地球人的深空啊，对地球人的那个深空啊，管得越来越严了啊，对地球人离开那个飞到太空当中去啊，管得越来越严了。同时啊，那个陨石啊，跑到地球上的频度啊越来越大。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小陨石啊，都是小陨石丢到那个是砸那个火箭的啊，那个火箭呢都是小陨石啊，都是小陨石，还不是大陨石啊，都是小陨石。如果大陨石砸过来的话，就更不是那回事了。正在说那个不是更不是那回事的时候啊，眼看着满天都是那个陨石从四面八方砸过来啊。这个四面八方砸过来的时候就也知道了啊，陨石从四面八方砸过来啊，这个陨石四面八方砸过来的时候，现在要怎么样才能清楚地描述这件事情？主题就是地球上核物质啊，主题由地球上核物质，然后那个，地球上的核物质，人类搞核爆炸啊，你说光存在核物质也就算了啊。你不断的提炼出来，不断提炼还搞核试验，还你威胁我，我威胁你，这自己都，在互相在威胁，在自己星球上面啊，因为这样的情况，现在好多陨石啊，四面八方跑过来，好像那些科学家一个接一个都观察到了啊，一个接一个都观察到了，而且速度都差不多啊。包围过来，好像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好像有的科学家看到这个情形以后都陆陆续续自杀了啊，然后有人也汇报到白宫，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第一个想到的，这表示首要电话啊，表示联系的意思啊，联系马斯克。能不能有那个飞船出去啊？同那个电影当中也差不多的情形了啊？有没有飞船出去啊？开始预定了啊？准备要逃跑了啊？那个陨石离地球越来越近了，那些金银呢也开始逃跑了，那金银也开始逃跑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人们呢要一个解决这个危机的领导人呐、要愿意承担这个担起这个担子来的，挑起这个担子来的人物啊，你说拜登嘛啊，他是准备在逃跑了。你说大家看到了，他干了哪件事情有头有尾的？除了骗还是骗。你说谁，地球上谁敢把那个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他啊？这个时刻，
哦，全国各地在聚会啊，在聚会啊，这是逼出来的啊，因为饮食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，那个时候要喊唱不出来啊，要喊唱不出来，哎，喊唱不出来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啊，川普就不相信真的有陨石会砸到地球上来，他总觉得有神的力量在啊，神的力量在，到了那个地球附近以后，突然就神奇般的消失，他一直坚信这样，一直坚信这样啊，所以呢，他一直坚信这样啊，他一直坚信这样，就不相信。哎，有真的有陨石砸过来，虽然那个抬头就看得见，他觉得应该地球做出了是什么事情啊？应该是地球上什么人做出了什么事情，受到了神的惩罚，而不是我们直接去进攻那个陨石，而是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事情。正在大家按照这个思路正在反思，到底做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有人啊拿着科学上的写的书啊，给川普总统看，他说我们地球做出了一件。大事得罪了大家了，是什么？是搞核试验、核爆炸。对，川普一声令下，弃核、销毁核武器，啊，这一带头的情况是这样。哎，一注意看，好像眼前呐，哎，好像看得到的那个陨石啊，眼睛看得见的在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好像那个靠近地球的是突然就消失掉了。哎，靠近地球的时候就突然消失掉了，啊，突然就消失掉了。突然就消失掉了，后来，哎，川普总统说，哎，确实，我们地球人做出的事情，确实我们地球人做出的事情，要反思，要反思。然后啊，他想联系那个作者啊，有什么要求啊？哦，有要求啊，要求就是很简单，帮我送到那个岛上去就行了啊。哎，最后的结局就这样啊。哎，这就这样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。